機嗰次下面暗啲咁嘅，介咗一邊嘅咩？你覺唔覺？應該個鏡頭。係喎。點解冇嘅喎？唔通個鏡頭蒙咗？呢個啊。好啲啩？都好似有一條線咁樣，係咪啊？但係人又冇嘢喎。Hello Hello， 大家好乖啊，咪啊，抹下佢先，聽下先。Hello Hello， 有冇人喺度啊？我哋今日睇下轉下高度會好啲。冇喎，咁樣睇有冇嘢？咦係喎，冇事喎，得我哋個。Hello 娜姐，娜姐你好啲未啊？好掛住你啊，你幾時嚟啊？樂樂都好掛住你啊。好啦，今日係我做少少 intro 先。今日咧係會係奇哥咧 last day 啦，跟住之後咧佢已經揾到住好人家，係啦，我可以將佢嫁出去啦，係啊，個女嫁出去，咁遲啲，今日奇哥係 last day 啦。使唔使抹一抹？我抹咗啦。呢個鏡頭真係咁光嘅呢個位，係嘛？你試下嚟多下。OK 嚇。啊，有個蒙咗個位。我食啊呢度啦，嗰、那個我哋有啲技術上嘅問題啊嚇，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唔好搞到咁高。好啊，唔關事。有啊 ，OK 啊，好啲啊。Okay. 呢個係嗰個光暗咧。好，係啦，今日奇哥係 last day 啊，大家有冇嘢同奇哥講咧？祝佢一路順風啦，步步高升啦。我收到有啲客人啊，係啊，客人，仲有其他客人都有同我喺 WhatsApp 度同我講。咁其實有時 WhatsApp 咧有啲都係我覆嘅，咁可以大家 WhatsApp 同我傾偈都得嘅，暫時。係啊，繼續 pass 俾你，你翻工都當住我個電話啦。好啦，一於係咁話啦。咁今日奇哥我俾佢 hold 埋佢。大部分嘅 hold 埋佢呢一個 live 先，係啊，俾個心心奇哥咧個 last day 啦 ，miss you。咁我哋今日咧，今日同佢好喎，同佢一齊飲咗周杰倫嘅特飲啊。我哋之前有推介過呢、這個。係啊，我覺得要掛住，肥都要飲啦。咁今日咧想講翻咩？上次我哋開 live 咧就講咗話喺。Coco Cafe 咧，我哋就有一個 post 一個聖誕相咧，就可以有 give away 嘅。可以獲得我哋嘅 George Roseborn 嘅房債禮物啦，咁就係呢個 Christmas giveaway。咁我哋決定咧，因為為免大家即係最近 Facebook 都幾有問題，所以我哋驚大家 miss 咗上一個 live 咧，咁我哋都有喺 Coco Cafe 度再講啦。咁同埋依家會再講一次，就係去到12月31日之前咧，咁你只要 post 任何一張，譬如你同狗狗嘅相啦，又或者只狗扮咗做聖誕老人啦，又或者你扮咗做聖誕老人啦，係啦，聖誕樹咩都 OK 嘅，咁你。post 我哋 Coco Cafe， 咁最受歡迎嘅相片咧就可以，或者影片都得嘅，咁就可以得到我哋嘅 George Roseborn 嘅房債啦。咁至於咧，到時就會係一月頭嘅時候咧，就是、我哋店長公佈。咁之後係啦。Hello， 佩珊。Hello。咁我哋第二件事就係嚟緊新年咧，有啲乜嘢係需要？咁其實咧，依家嗰個星座咧又已經轉咗啦，已經唔再係呢個射手座。咁依家咧就已經換咗做呢個摩羯啦，又叫做山羊座。咁就可以揀呢一個 space clearing 啦。其實這個呢個咧都好適合年尾嘅時候用，因為咧佢可以幫你淨化翻一啲負能量。咁其實我諗2020年大家都過得唔係幾開心啊嘛。唔係將啲bad memory 洗走，抹走佢，可以留翻啲開心嘅嘢。同埋咧，佢有一個 New York 嘅特產嘅水晶，佢係雙鑽鑽石，唔係水晶鑽石喺入邊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係非常之特別，同埋佢呢個係鼠尾草，所以真係會聞完就會好舒服、好開心嘅感覺。係啦，咁有乜嘢人係呢一個係咪山羊啊？係啦，就係、是、山羊咧。摩羯座 ，sorry， 咁係有同一人，周杰倫。係啦，周杰倫同埋葉允兒都係啊，比較有才華的人。如果係呢個星座嘅朋友生日咧，可以留意呢、這個，同埋你朋友生日咧都可以買俾佢啦。係，其實呢個唔一定要嗰個星座嘅，因為譬如依家呢個時候啦，又或者你擺喺屋企啦，擺喺工作嘅地方都可以用嘅，就可以淨化翻個空間啦，心靈都舒服啲嘅。噔，冇錯，有啲似之前你哼嗰、那個。冇錯，即刻噔。中撥。Hello， 不謝。係啦。咁之後即係想知道大家倒數會做啲乜嘢？你倒數會做啲咩？倒數我梗係屋企，而家冇乜嘢噶啦，大家都喺屋企噶啦。係啦，咁但係喺屋企食飯都會影相噶嘛，你都會食餐好啲嘅飯啊嘛。
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即係可能化少少妝啊，唔會太嚴重嘅，因為會影相噶嘛，大家。係啦，你食完餐飯點都要影兩張。我琴日就同啲 friend 一齊，跟住我話嚇冇化妝喎，大佬唔好搞啦，跟住影到腫口腫面。咁所以咧就點樣可以化少少淡妝就睇落去。又唔使用 app， 係啦，咁咧就最簡單嘅三個 step 啫。首先就係呢個 primer， 呢個 Sephora。咁我之前都推介過呢一個for控油方面係好好嘅，保濕度都好好。係啦，咁你食完嘢咧唔驚出咗油，即係你 even 你出去同 friend 食飯又好啦，你同屋企人食飯都好啦。咁你坐一陣可能又會用妝，你冇理由食完飯影相你先化妝噶嘛。同埋戴口罩呢個位咧好容易咧，呢個叫危險三角形。係啊，呢個危險三角形好容易咧就係出瘡啊。咁呢一個其實可以咧幫你咧有消毒啦，咁就可以殺菌咁樣嘅。冇錯，咁就首先係一個 primer 啦。跟住仲有呢個一滴搞掂嘅粉底，發光粉底，咁同時咧又係可以幫你護膚，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推介呢、這、一個，我哋成日都話年尾一定係去任何約會都係呢一個，呢一個係咧唔識化妝嘅朋友、手殘嘅朋友都用到，同埋好易推呢、這、一個，你唔使驚影相咧兩隻色啊，又或者殘一笪笪啊嗰啲感覺，又或者突然間你唔化妝，化妝嗰啲同事哇你做咩化妝、啊？咁厚妝啊咁樣嘅感覺，全部都係啦，同埋係有啲。光澤感啊，佢會帶到光澤感出嚟。同埋護膚嘅好好噶佢。係啦，咁所以就首先係 primer， 之後第二個 step 係呢、這個。咁、第三個 step 係啲乜嘢咧？第三個 step 就係呢一個積雪草蜜粉，超幼細嘅粉狀啦。大家之前都有知道，呢、這個之前斷咗半年貨嘛，大家都成日追呢、這、一個。咁其實呢一個咧，貨定妝又或者你平時戴口罩咧出街嘅時候，如果你有少少化妝，點樣可以唔將成個口罩印曬啲粉底咧？就係、是、靠佢。呢、這、一個定妝很好，同埋佢唔會塞到毛孔啊！佢個粉狀好細啦。同埋呢個位，我見到其實而家啲人雖然戴口罩睇唔到呢啲位生曬瘡，我今日見到個姐姐仔好驚啊！呢啲位生瘡就煩啊，係啊！咁呢啲產品都可以令到你咧唔會有呢一個咧痘痘啊，唔會有風險啊！呢、這、一個全部都係安全啊！最緊安全就係你老公唔好激你。我嗰日老公咧鬧同我鬧交之後，我呢啲位真係會爆瘡。係啦，咁就呢個三個 step 啦，就首先呢個 primer， 之後粉底，再加一個定妝咧，其實三個步驟就已經可以搞掂嘅。最基本就係唔化妝都睇落去有光澤感嗰種，即係好似藝術顏嘅感覺。好，我俾大家睇下我呢今期聖誕我搽咗只咧，就係呢一個咩星光閃爍啊，火樹銀花。火樹銀花嗰個咧就係一個銀色底嘅閃靈靈嘅呢一個咧指甲油。到你，我攞俾你，我幫你攞。我幫你拿到你你嗰個銀色底嗰、那個都好靚啊！我呢個上次有冇俾大家睇過？銀定銀心啊？呢、我係銀啊，好難俾大家睇到添啊！呢個係我會覺得佢係有但係咁樣睇好似好難望到，佢係有少少閃咧，係因為佢有好微細、好微細嘅珍珠粉末咁樣。可以見到，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唔會好誇張嘅，係你輕輕地喐嘅時候咧，會見到有啲，咦，有啲閃閃喎嘅感覺。咁我覺得呢個就非常之低調啦，同埋係勁有氣質咯，呢一隻好似又好啱我不過氣質，係啦，但係佢呢一個係有氣質嘅。咁所以呢個阿銀咧，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其實佢係有啲粉紅色嘅 feel 嘅，嗰個珍珠粉末，係啦，嚟啊，我嚟啊，我揾唔到啊，嗰個火樹銀花。好易的一個閃粉那個的是的 Hello Queen 你好久沒見了大家聖誕過得快樂嘛是的見你踩到很多單車、這個、買單車、你一找就找到是的這個那我那個就是這個這個油出來我覺得如果要湊小朋友會怕花呢這個很好還有這個可以 on top 你放其即你其他顏色跟著你再放這個在面這個叫做不知道 Zatrich Jones， 係啊，火樹娃娃。咁佢咧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可能俾大家會見到嗰個粉紅色會明顯啲。咁但係咧睇落去好似即係我第一次。收埋佢啊！你好似我咁啊！我第一次睇指甲啊，收埋你嘅指甲。第一次望咧，好似好勁咁，我隻色我驚咗佢嘅第一下見到。但係點知原來搽上手咧，唔係嗰回事嚟嘅，完全即係冇俾佢個外形嚇親，係勁靚咯呢個位，有啲閃閃。好啦，我想講分享咧就係、是。呢、這、一個 CBD 啦，咁就係一個叫做洗頭我哋新產品，今個月嘅產品，仲有九折嘅，大家記住搶，因為終於有時間同大家開 live 講呢一個用嘅用家心得。用透感哇！你如果頭痛啦，
如果你又是在職婦女啦、會計師啦，你老公成日激你，你會頭痛，或者是有頭瘡的朋友，一定要試呢個 serum。呢個 serum 咧，其實咧佢係點樣用呢？就係濕咗個頭，佢係好似 cream 咁嘅，咁就佢雖然唔大支，但係用嘅份量係好少嘅啫。Hello， 用大概我諗五毫子到啦，嗰、那個份量一毫子至五毫子咧，睇你一節手指啦，睇你頭唔頭痛啦，跟住之後按啦，呢、這個係醫到頭痛啦，同埋頭瘡啦，甚至咧你會令到個頭筋咧幫你 detox 噶。同埋咧，佢有一個舒緩鎮靜，啱埋濕疹。咁呢個係新嘅成分 CBD， 叫做咩啊？帶麻籽油。帶麻籽油嘅成分，好好啊！係啊，呢個你可以 part time 翻嚟繼續講翻呢個。係啊，帶麻籽油。咁我用嘅時候，我真係好中。如果三支嚟講，我覺得你必試就係呢一支消炎先。然後如果你成套用咧，其實幫到咩咧？就係、是、平時其實我哋空氣咧都幾污糟，個頭咧如果你冇做一啲 detox 或者係一啲咧清潔嘅話，呢、这、一個 scalp 都可以幫你咧個 hair serum 可以幫你做埋個清潔。咁呢個咧係有少少涼涼地嘅薄荷嘅。所以不用用那麼多，是的，會我怕你凍親，凍親個頭皮，我怕凍親個頭皮，但你用完之後呢，頭痛是可以不用吃 Panadol， 都會止到頭痛的這個，還有你會覺得頭髮呢，都突然間好像很順滑，這一套我一起用的時候，是很順滑，還有個 volume 呢，這些位置呢，是厲害很多的，那你今天一回來，第一句，哇，試完這個哇哇聲，他說哇哇哇，是的，就因為他連頭痛都搞得掂，那跟著還有我見有客人已經回購緊啦，佢係上個禮拜四先買完，咁佢今日已經再落單啦。因為真係佢係濕疹嘅朋友，或者你頭皮敏感嘅朋友係用到之後咧，你連咧頭痛都解決埋，我覺得今次一定要同大家講呢一件好神奇嘅事，同埋其實按嘅時候咧，佢嗰、那個手法咧好好噶，佢叫你按埋邊個位咧？條頸呢啲淋巴位啊，其實原來係好條頸都鬆埋嘅呢一個。Hello Grace， 咁但係我哋呢一個 conditioner 咧就剩翻好少好少量，真係就賣曬啦。係啊，個 scalp serum， 阿 Lisa 冇買，我會 recommend 翻你先生，如果頭瘡嘅話咧，你試埋個scalp serum， 同埋佢用嘅時候，你可以輕輕放一分鐘或者係。你可以放耐啲都可以，一至三分鐘其實都可以。你可以大概做咗其他嘢先，例如係我哋可以用椰子油漱口啦，係啦，洗面可以洗住呢一個，洗住面先啦，又或者係敷個 mask， 搽住身先啦，呢個可以做個磨砂先啦，或者敷個 mask， 或者善用時間我哋要沖下涼先咯，係啊，咁之後你就洗頭，係啦，跟住就你要 feel 到係好爽，同埋如果你朝頭早咧，我先生朝頭早洗頭嘅話咧，你。做嘢效率會高好多添啊！同埋因為佢個質地係清爽型嘅，咁所以對於唔一定話一定要濕疹或者敏感嘅，咁可能唔中意用油嘅朋友，係啦，太濕啊，或者中意做 volume 嘅朋友咧，都可以用呢一個。咁佢就去做翻啲造型，同埋會挺身啲嘅。係，Lisa，你幾注意？展示下你嘅頭髮。佢本身上次漂咗幾轉咧，咁我都有話：哇，你啲頭髮開始淺色翻定點樣咧？就癲咗。係，但係依家好似啱啱整完。好 volume， 同埋佢會好爽身，但係如果你需要是乾身，你可以之後再加一些 rich 的洗頭水，會發酥，你可能今個星期用一次做 detox， 之後呢你就再用一些滋潤型的洗頭，這個真的醫頭痛麻林的。其實你都不是第一個，我們今天都有收到 feedback， 就是說他貨頭痛都 work， 是啊，他就是說試了這個，他就頭痛都搞得掂。還有你有時晚上回去呢，做完事好累，味道很放鬆，你就可以回家裡有個自己 self time 的時間，不要阻礙我，我沖個涼先，洗完頭先跟你說。那其實就睡都睡得好一點的，這個可以睡覺都很開心的hair serum，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但如果你想要一些之後的，我們都有一些 for scalp 的，譬如你洗完頭可以用回 La Pure 那個 Alpha Hair 呢做回一個呢護髮和一個生髮的 serum， 這個就是放一些頭瘡啊，甚至是呢你要需要 relax 一個 hair spa， 其實它本身有一個遲些跟大家分享的，那個是怎樣按下去呢，
你會好自己都按到噶，係啊，同大家分享。其實我哋有幾款唔同髮質嘅，譬如你係乾旱受損髮質咧，你又可以用 Red Elements 啦。Yeah. 如果你係髮量比較少啦，又或者係油性髮質咧，都可以選擇 Sangreedy Frita 同埋 Alpha Hair 嘅 Scalp 都可以嘅。咁、那個 Serum 就放翻你，譬如想增髮量啦，又或者譬如 CBD 咁樣咧，就係、是、你特別濕疹或者敏感頭皮都可以揀翻呢一個。咁就唔同類型，咁都可以。WhatsApp 問翻我哋啊，或者 DM message 我哋都 OK 嘅。係啊，或者係屋企而家成日都 Zoom 咧，媽媽都頭痛，媽媽頭痛了，或者爸爸都頭痛了咧嘅時候，或者小朋友 stress 咧，你可以幫佢按下呢、這個，按完之後你個頭咧係會鬆咗，同埋冇咁緊啦，覺得呢啲位咧冇咁扯住啊個頭嗰度，諗起都開心啊洗頭，每次我想洗頭。同埋其實如果咁呢、這個。即係醫頭痛咧，真係呢個價錢真係非常之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啊！他媽的平到，他媽的係啊！年尾啦，嗱，我哋要寫心願，出年有啲咩可以發上？我想除口罩，希望可以。希望唔使，我唔使旅行，除口罩我都好開心可以。冇錯，咁、啊、我哋今日差唔多，仲有冇？係啊，我哋送啊，記得喺。記得在 Coco Cafe 度 post 翻你嘅聖誕照片。知唔知啊？我仲有嘢講嘅就係飲水啊！而家你食完好多大時大節，有人分享就係飲完公司啲蒸餾水好唔舒服，好攰。你翻公司新公司，你咪會飲蒸餾水嘅。你好驚係咪開始自己帶水係咪？會啊，因為大部分公司都係飲蒸餾水，因為方便同埋唔使煲嘛，係啊，咁之前咧，蒸餾水反而會有啲冇咁好喎，因為佢會幫你排走你本身身體嘅礦物質，你會好攰啦，容易病啦，甚至係唔精神。飲咖啡點解唔提神嘅？咁以前咧，我個 friend 個 iBanker 咧同我講話，成個 floor 啲鬼佬咧係會治，同埋飲蒸餾水係會甩頭髮，驚唔驚？因為佢用咗你沖走咗你身體嗰啲礦物質，係啊，咁好多問題可能爆瘡啊，或者係濕疹啊，咁好啦。咁有個方法咧，朝頭早飲水嘅時候就唔會飲蒸餾水，飲咩水好 ？Restore 嘅水 ，Restore 係冇錯，就飲 Restore 水。特別知考我，因為佢礦物質好豐富，佢可以幫你補充翻你流失嘅礦物質。咁你可以咧，你買支翻公司滴啊，係啊，係咪好開心？或者你用岩鹽咯。岩鹽泡啲、oh. 岩鹽粉紅色落去咯，但係就冇咁多 minerals 咯，係。咁就點樣可以補充翻？係咁，因為就可以相沖翻嗰個平時你即係 balance 翻個公司嗰、那個蒸餾水嗰個問題，因為你會越飲咧，覺得個人咧越攰啦，同埋越唔舒服啦，同埋你會覺得會甩頭髮㗎，甩頭髮啊！大家留意翻，會唔會飲得多蒸餾水係會甩頭髮 ？Hello Tommy，Hello Tommy，Hello Tommy， 係啦。冇啦，留翻俾你，最尾 pass 俾你就係 restore。我發現好多人屋公司飲蒸餾水咧，好勁。我哋飲岩鹽水咯，你鹽水咯，我有屋企嘅鹼性水，係其實都係要飲翻個酸鹼度要啱，同埋礦物質量。係啊，所以 restore 其實都係個 pH 值係接近我哋嘅體液。係 ，Hello Lisa，Lisa 記住買呢一個啊！你而家先入嚟，我唔記得咗同你講呢一隻超正，你先生一定要試埋呢一個，係啊，個 scalp 好好，按完之後咧，俾你攞張卡買多幾個袋都得，攞去，好，你，我哋奇哥今日係 last day 啦，咁仲有半個鐘頭，咁可以留言俾佢加加油啦，係啊，出到去乖啦。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其實呢一路都收到來不來有些 message 啦、WhatsApp 啦，或者上來呢說啊見到譬如你畫的東西啦，又或者是啊喜歡看你開 Miss you 奇哥 Hi Hi係啦，咁跟住其實我都有好感動嘅，因為覺得大家都有睇我哋嘅嘢，咁又睇得出嘅，咁係啦，同埋用到你嘅長處，我用到你嘅長處係啦，所以多謝大家一路的支持。我哋希望會見到大家再，冇喊啊！係啦，好啦，我哋有緣再見，好啦，拜拜，我真係想喊啊！